你们这帮人，敢敢跟我们这边就拿你们没办法了！给老子用炮轰，快点轰！ 接着用炮轰，是。啊？人呢？啊！杀金花！ 王右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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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，王右一点，瞄准，来，放，打中了，中了，打中了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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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张毅不是张家的儿子，应该是陆家送给张家的。所以，张毅想等自己死后，也可以让他的后代认祖归宗。对，老爷让我保留家谱，直到福禄寿成年，然后让他们认祖归宗。你这个家谱什么时候拿到的？老爷刚去世的当天晚上，他就突然出现在我窗外，让我去书房拿走家谱。他没跟你提黄金的事儿？ 或者是留给后代遗产的事儿。哎，你看看陆家在哪里？哎，这里，沙尖镇。哇，也太远了，走路从渔阳城要走一天。不怕，我们好好计划一下，这几天就动身吧。嗯。 能平平安安的回来，比什么都好。至于打不打胜仗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起来，面好了，起来吃点吧。我不饿。你在外面跑了一天了，能不饿吗？来，起来啊！哎呀，起来！哎哎。 我看啊，你还是早点回家吧，跟爹好好认个错，他不会跟你计较的。嗯，我才不跟他认错呢。你说你整天饥一顿饱一顿的，连个照顾你的人都没有，你身体能受得了啊？姐，嗯，你说娘是不是真的让爹打死他？ 你烦不烦？一天问好几遍，吃你的饭。小云啊，这次回来以后，我想到你们家提亲。真的假的？啊！你少骗我了！我怎么骗你了？我才不会上当呢！我跟你说真的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了？你不会是不好意思了吧？ 真的是认真的，我想照顾你一辈子，答应我，咱们成亲吧。走。
曾会长是要走马上任了。乱说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反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。什么板上钉钉的事儿？倒是你要注意，今天到沙尖镇要多加小心啊。有什么要小心的？又不是我自己。你啊，多长点心眼儿，二虎呢就没那么大负担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快！ 曾会长要走马上任喽。好了，走了。老爷说的对，出门在外，你要多长点心，别忘了我跟你说的，有人对我们的行动了如指掌。那不都是二姨太搞的鬼吗？我们现在都知道了。以前张毅只是想吓唬吓唬你们，现在你们将要直抵他的老巢，他要是有所察觉，肯定会恼羞成怒。我知道了。 我去准备了。嗯，哎，啊，二虎来接你吗？我们在路口见。嗯，好。老大，狙击手到了。好，先下去吧。周队长，坐。 听说你枪法不错，还行吧？来看看会不会用。砰！汗颜子。好，跟我出去办点事儿。 娘，这一次您不用担心啊，我就去几天，没什么危险。你每次都这么说。不管怎么样啊，这一次你跟小云一块儿去，一定要好好照顾人家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。嗯。哎，娘，怎么这么重啊？哎，你出门嘛。 那肯定是带多好过带少啊！我就去两三天，你给我带这么多衣服干什么呀？还有这个馍馍，我路上饿了可以买啊。出门在外，俗话说有备无患嘛。好，娘。大虎来了是吧？嗯，给他一点钱吧。哦。哎，二虎，拿着吧。啊，谢谢。穷家富路嘛，小心啊。放心吧，娘。嗯，那我走了啊。 嗯，小青，哎，你说这要是一块钟，一定要选周会长，那太好了，把他请出去没问题。你看，会长，你看，今天可真是龙争虎斗啊！我们倒要看看。 今天是秦上能占上风吗？还是晋上占上风？可没这么好事啊！要我说，以前张毅掌舵的时候，还能一碗水端平；现在要是周行端或是曾静波上来，恐怕就不好评喽。哎，这一票你说的一定是对的，必须得慎重啊！啊，对呀，哎，别说了，市长来了。各位，大家非让我主持这次选举大会。 盛情难却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宣布，选举大会现在开始。一共有九位参加本次会长、副会长的竞选，他们是：以姓氏笔画为序，柴栋梁、王雨婷、田小初、刘丽。 张明明、周行端、曾静波、彭建辉、鞠英伦。嗯，好了，现在开始不记名投票。该带的东西都带了吧？带了。我走了，路上小心点儿。哎。 哎，来包烟。哎，你拿好啊，烟钱。再来啊！
来，给你。小姐，要车吗？啊，这个不用了，谢谢啊。走，放开我！快点，别走。 这种事情是不能说的，哎，自己填自己的，不许商量啊！文明啊，二爷，文明，哎，还记得这大伙喝茶吗？就这么个事儿，特别有意思。回去吧，我走了啊。 王雨婷、田小初、周行端、田小初、田小初。 曾静波、周行端、刘丽、曾静波、田小初，曾云在吗？走了好一会儿了，可能走岔了。 现在，我宣布三秦商会副会长的选举结果：周行端。恭喜啊！好啊，好啊！曾静波，这怎么是副会长啊？ 副会长，那会长谁来当啊？哎，不会是那个？哎，我女人怎么能当会长呢？啊！肃静！现在我宣布三秦商会的会长以及秦川公司总经理的选举结果。 田小初，田小初，怎么回事？这票，曾静波，怎么可能？怎么也想象不到，一个外来户也能当会长啊？哎，外来户怎么不能当会长呢？张毅是外来户，周行端还有那些晋商也是外来户嘛？我看这里面有问题。 田小初，他的选票怎么可能比周行端和曾静波的高呢？这也不错嘛。老田，当会长起码能够不偏不倚呀。我看你小子吃了姓田的好处了。哎，有钱，处处像头。你胡说你！不定他就是投的票。你怎么要随便骂人呢？啊，你这个老东西！我骂你，我还打你！哎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哎呀，手腕费了一点血，要不至于啊。住手！住手！别这样啊！放手！放开！打！放手！你再打！打我！
有对这次结果表示质疑的，可以上来清点选票。都回去！哎，算了算了，不至于啊！别商量和解啊！哎呀，有说好说，好了，和解分财。嗯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啊？没有没有没有。既然没有表示质疑的，那这次选举结果真实有效。 天晓初，发表就职演说。接下来，请我们新任会长田晓初发表就职演说。啊，哎呀，哎呀！老实点，不然的话，我手里拿的就是其他东西了。这个混蛋，我宰了你！ 你，哎呀，好疼啊！哎呀，再坚持一会儿啊！坚持一会儿，再坚持一会儿！只要你放了邓云。 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见。我什么都答应你。好，一半。我要一半。好。桃花不常开。 好景不常在。哎，二虎，坚持住！二虎，救曾玉，放心，交给哥吧，坚持啊！快推进来。 哎，请您不要妨碍医生做手术。来，您不能进去，放心吧，交给我们，尽尽力的啊。哎，放心吧。君言。啊。哎，小云呢？这个时候他们应该回到镇上了吧？没。 怎么了？小云可能出事了。 老爷，别担心了，兴许他是碰到老同学了。小云那么聪明，真要是遇上什么事儿，他有办法摆平的。
这二虎这么长时间了，还没个消息。老爷，已经很晚了，你还是先休息吧。 小云，二虎，怎么样了？我在医院，你放心，没事的，啊。周云才，是周云才干的吧？混蛋，我现在就饶他。 哥有数，帮我照顾一下他。哎，你别动，白医生刚给你做完手术，别乱动。来来来，喝喝喝，来，干。 来吃！来，周云才！哎呦，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周云才！别跑！ 小云照顾好。哎呀，二虎，这个事情怎么能怪你呢？你就好好休养。哎，周云才这个小混蛋，我一定会找他算账。曾会长好。哎，邱掌柜。啊，我来给他送点鸡汤。啊，那好，那你们先忙吧，我先走了。 不可能！我弟弟不会做出这事来的。你到现在还护着他，我早说过了，他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有什么不可能的？这是二虎亲口跟我说的。岂有此理！会不会是搞错了？怎么会搞错？就是你那宝贝弟弟干的好事。哎，是不是二虎出事了？放心吧，娘，不是二虎。 是我那个小舅子出了点事儿，那你好好想办法啊！我现在就去问问他。我就知道你要往哪儿跑。 一、二，嘿，哎呦！我在这儿呢。哎呦，啊！我知道你已经上楼了，是不是？你以为你上楼我就抓不着你啊？你看看你，又藏在这儿。哎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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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我，曾静波。哎呦，哎呀，曾大掌柜的，今天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来，快快！ 上茶，上茶。得了，来来来来，里边坐，里边坐啊！哎呀，曾大掌柜的，哎呀，这没想到你亲临我的寒舍呀！哎呀，请坐，请坐。有什么事儿？有什么指教啊？哎呀，没错，今天我来这里，确实有件事情，要和周大哥你商量一下。好，好，好，你请说。 你的好儿子周运才，把我的女儿曾云给领走了。
您走了？嗯。哦，据我所知，您家姑娘曾云跟我们运财没那个意思，她怎么会领走她呢？正确的说，是你的好儿子把我的女儿给绑架了。绑架？你是不是弄错了？我儿子干不出这种事儿来。是二虎亲耳听到、亲眼看到的，那还会有假吗？哦，那既然二虎已经看见了，叫二虎报官吧。不，我是说，二虎是亲耳听到的，你的好儿子亲口告诉他的。你，我儿子作奸犯科，然后再把这件事儿告诉别人，我儿子有那么傻吗？周庆端，就因为有你这种爹，所以你才会有这种儿子，做这种无法无天、禽兽不如的事情。曾大掌柜的，你可是有身份的人呐，你不应该说出这种话呀。我也不想说这种话，可是你的好儿子，他的确是这种人呐，周行端先生。嗯，他既然已经作奸犯科了，你去报官，报官抓他，你用不着跟我说。我今天登门拜访，是想平息这件事，也念在我们曾家、周家以前的情分。你还这种态度，我告诉你，要是我们两家闹起来，在渔阳城里面，我们两个人都会颜面扫地，你明白吗？颜面。哼，十几年前，你纵容汪家拐走我的姑娘，你注意我的颜面了吗？嗯。今天你的女儿被别人拐走了，你跑到我这儿来要人，你倒讲起颜面来了。他不是别人，他是你的好儿子啊！我不信。来人！老爷，轰走！是。你敢碰我？周兴端，我跟你没完！姓曾的，我等着你。姐夫让你来的吧？这么说，你姐夫说的都是真的了？你混蛋啊你！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呢？怎么伤天害理了？你绑架曾云，向二虎勒索钱财，这不是伤天害理什么？那他们串通土匪劫走镖银，不叫伤天害理吗？我只是逼他们交出赃款。你凭什么认为镖银是二虎劫走的？不是他劫的，也是他朋友劫的。不信你回家问姐夫去，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。就算是那样，关曾云什么事啊？他，我在帮他。他每天都跟那个乡巴佬在一起，他被乡巴佬熏着了。我要是不帮他，他迟早要倒大霉的。我看你才被熏着了，你整天惦记曾云，可人家对你一点意思都没有，你干嘛这么一厢情愿啊？他只是一时糊涂，他迟早会明白的。云才呀，你醒醒吧，曾云他心里根本没有你，你干嘛非要在这一棵树上吊死啊？姐，你放心吧，我会放了曾云的。什么时候放？等那个乡巴佬把镖银拿来，我就放。你混蛋呀你！这不还是绑架勒索吗？放心吧，姐，那个乡巴佬一定会交出银元的，这一点我还是蛮佩服他的。姑娘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大妈，这是哪儿啊？哎呦，我也不知道。我是他们叫来伺候你的。姑娘，来吃点饭吧，你这一天都没吃饭了，身体怎么受得了啊？我不吃。不吃饭怎么行？吃一点吧。
大妈，要不这样，你帮我把绳子解开，我去吃饭。哦，那不行，他们特意交代的，不能给你解绳子。哎，可是不解绳子，我没法吃饭啊。这样吧，大妈，你先帮我解开，等我吃完饭，你再绑上吧。反正他们也不知道啊。姑娘，你可别害我啊。不会的，大妈。那，那好吧。哎，姑娘，你别跑啊！回来！哎呀！哎，姑娘！哎呦，姑娘！站住！哎呀！你别跑了！站住！我叫你跑！原来是你这个混蛋！老爷，既然现在都有小云的下落了，你就别担心了。周云才这个混蛋，他真是越来越疯狂了。现在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总的来说，他还是挺怕小云的。他绑架小云，无非就是希望小云跟他好嘛。就凭小云的机智，他一定有办法对付的。哎，现在啊，也只能这么想了。我今天去找运才了，他说……啊，行了，反正明天他不交人，我对他不客气。你别那么着急好吗？明天我再去找他说说。你现在还要护着他？我告诉你，他是一个大祸害，他才是怪物，比张一家那个怪物更可怕。不是的，运才不是那样的人，他本质不坏，也许他是因为太喜欢曾云了，才会做出这么过火的事情。你放心吧，我答应你不会乱来的。一二一，大哥，不好了，你们来了！啊，召集兄弟们过来，兄弟们，集合！啊，集合！周运才，你个混蛋，绑架分子，我今天要抓你归案。我是绑架分子，我绑架谁了？有谁看见我绑架了？你看见了没有？你看见了没有？你嘴巴是屁股，说话跟放屁似的，敢做不敢当。你听见我说话了吗？我是不是还得被枪毙啊？少跟我废话！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正法了？干嘛？要造反是吗？所有人把枪放下！枪放下，啊，都放下吧。姐夫，您是县长，做事要讲规矩。我没干掉二虎，已经是给你面子了。你也配讲规矩？如果陆师长知道你做的丑事，不扒了你的皮才怪。那还真不一定。谁劫走了银元？谁跟土匪有瓜葛？周云才，你，姐夫，你比我更了解陆师长。我只要拿回银元，他会在意我用的是什么手段吗？放心。
心吧，姐夫。曾云，我会好好照顾他的。我也相信，二虎一定会遵守承诺的。周运才，你听好了，我不会放过你。少队，是，少队，姐夫慢走。周运才这是绑架勒索啊！来，汪县长，你可以把他抓起来啊。我们只是听说，没有他绑架曾云的证据。那你就跟陆明川说一声，不行，我去跟陆明川说。哎，别！周运才声称他是为了找丢失的镖银才抓的人，恐怕义父会相信他。哼，真是岂有此理！这绑架勒索还有理了？阿姨，您别着急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把镖银弄回来，去换回曾云。也别想的那么简单，周运才这小子一直对曾云就没有死心，恐怕镖银只是个借口，想得到曾云才是真的。放心吧，我已经派人盯着他了，只要一有曾云的消息，马上把曾云抢回来。二虎，怎么样了？来，坐，该换药了。来，慢点。诸位，眼下的生意不太好做，大家都有目共睹。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什么好的想法，大家共同来探讨一下。谁都想有好办法，只是这好办法那么容易下吗？谁也不想。既然大家都没什么想法的话，等等，我有想法，我有问题。啊，您说，您说。本会的副会长，周副会长，纵子行恶，我们商会是不是应该整治他？你在血口喷人！我血口喷人。你的女婿，本县县长，可以证明我没有血口喷人。哎呦，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据说曾静波的女儿是被周行端的儿子给绑架了。真的假的？肃静，肃静，肃静！人呢？咱们商会人人平等，田某人也会遵守这一传统。商会的会员无论大小，只要触犯了国家的法律，都会受到商会的惩治。是啊。就你说这道理，当然了，我们必须依照政府的判定结果。对，对，说的是现要说是就是，这位亲呐，那个曾副会长，这令爱的事等官府的调查结果出来再做评议，你看如何？好，那就再议吧。诸位，咱们继续会议的事情啊。今天呢是田某上任的第一次例会，我的主要议题是共谋发展。田某呢就不啰嗦了，姑且抛砖引玉。诸位请看，这渔阳交通位置之重要，自不必说。但眼下有个大问题，这西面和北面都是茫茫的大漠，南方的大片地域呢被共军所控，这东边人口更加稠密，也更加富庶，所以我建议咱们不如向东边发展。哎呦，那不就靠近敌占区了吗？那多危险呐！这俗话说得好，富贵险中求嘛。这西面和北面同样有风沙和马匪的险阻，这东面只是有可能遭遇战火而已。可黄河边的驻军设有层层的关卡，会严格的限制我们到敌占区去做生意啊！就是，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商会出面与驻军斡旋。这驻军担心的是禁运物品流入敌手，只要我们正常的做生意，不涉及到禁运物品，他们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。说的也有道理。
跟上，走走。姑娘，你就别害我了，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。哎呀，我们可以一起逃跑吗？哦，不行不行，我这老胳膊老腿的，怎么跑得了啊？哎呀，大妈，你别怕，我会武功，你把我手解开，门口的人我两下就解决了，然后我们一起逃。不行不行，算了算了，你呀，你就饶了大妈吧，你就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吧。大妈，大妈，大妈！背负了多少烦忧，为几丝缚所重楼，血